那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听听好听的歌曲，练习几句英文，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心情留言吧。青年日报穿军服赞活动，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五支部陈伯安少尉、陆勤部兵整中心吴志祥中士、陆军步兵幺幺拐旅黄兴荣二兵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